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编董。那这一个礼拜呢，台服算是比较特别哦，在中午12点就公布了明天24号的维修时间。那这一次呢，也是蛮特别的哦，从早上4点半修到这个早上9点。比起以前的11点来讲啊，是提早了蛮多时间的。那这次的更新呢，当然不外乎主要是跟这一个礼拜要开放的跨国大战有关系。所以呢，这一个9点的时间啊，应该跟韩服维修时间可能不同步，但是开放时间呢，应该会跟韩版这边来做一个同步。那这个礼拜维修的东西呢，当然前几个都是跟这个虚空的事业。但前几个都是跟虚空的寺院有关联，再来下面还有一些奖励啦，开放奖励这些东西，目前在韩服他们也没有相关的资讯，所以要等相关的资讯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一个礼拜已经有开放的次元传送点以及吉尔塔斯的 buff， 再来还有亚丁勇士的成长资源任务，并且呢，生物的探险跟娃娃的探险做了一个优化，这两个活动呢都是延长，那也新增了新的这个道具的收藏品，就是符石的，另外也有法师的92级的召唤守护者。那这个礼拜的更新呢，基本上来讲啊，它算是我们可以算是没有更新啦。内容来讲的话呢，游戏里面本身是没更新。那再来就是看官方怎么样去设定这个跨国战的部分啦。毕竟上次的出王时间大家都打到凌晨嘛，那这一次呢，官方有调整了出王时间，以及上次有一个卡位，就是你可以卡人数的那个技巧哦。这一次呢，也不能再去使用啦。那至于详细的规则会是怎么样呢？这个就只能等大概晚上7点左右，我们会再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。所以请大家留意我们的频道，并且追踪小铃铛。那么影片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